你的那个手怎么了，伊德？很痒，为什么会痒？被叮。被叮了，是哦。被蚊子叮，被还是小黑蚊？被蚊子。好，成功的小朋友，你们要去哪里啊？ Seven。 为什么你们要去 Seven？ 我们要咖啡渣。啊，你们用咖啡渣要干嘛？做实验。做什么实验？防蚊实验。那你们为什么要做防蚊实验？要驱逐蚊子。啊，蚊子造成你们什么困扰啊？很痒。蚊子很痒，什么意思啊？蚊子叮，然后很痒。哦，原来是被蚊子叮很痒啊！原来哦，有一个小朋友已经在抓了。你被叮了吗，轩宏？是吗？好，来，那我们准备要出发去 Seven 跟阿姨或叔叔要咖啡渣回来做实验喽，可以吗？可以。好，走 ，Go。Thank you.
除了加强功课的学习之外，他们今年暑假还一起跟老师讨论了防蚊大作战。防蚊大作战要跟谁作战？蚊子。蚊子嘛，哦。好，登革热讲得很好哦。小朋友在前一阵子应该都有听学务处邱主任，还有很多老师，还有校长提醒大家，哦，要注意防治登革热。好，登革热是一个蚊虫传染的疾病，那前一阵子也刚好它散播得非常快，范围非常广，我们东区这边呢也变成是一个有人受到感染的区域，好，所以有很多事情所有的老师都在提醒小朋友要注意。那我们永宁希望小学的小朋友们其实在暑假他们就讨论了一些可以怎么样防治登革热、防止丙类蚊传播疾病的方法，好，叫做防蚊大作战。那老师现在就先借用所有小朋友的双手，我们用一次很热烈的爱的鼓励欢迎他们出场，好不好？还没，好不好？好，手机来背。好，我们请小朋友们出场。简称 DFC 是由四个简单的步骤：一、
感受，二想象，三实践，四分享，着手解决身边各种困难。请大家听听看，今年暑假我们 TFT 做什么很正面。第四，蚊子很多，让我们背筋都很痒，我们全身都很痒，大腿也痒，手也痒，屁股也痒，都是因为被蚊子叮的。学校很多蚊子，穿堂很多蚊子，教室很多蚊子，让我们这里也痒，那里也痒。最后我们投票一起解决蚊子的问题。Yeah!